敢进去了，生气了。回来了，死鬼那么晚回来，生气了，进去了。玩到现在，你要不理他哎，也会生气啊。太早了，带他走了，马上就会走。玩到现在才回来。你都要会哦。啊，就教会那么十几秒。他今天呢，都这样了，都没有停呢。他马回来，他马上就走，就休息。你这还要吃了？对，这不会这样。难看的乐趣，吐不出来。鸟类它们长得很快，像人羊就是一个礼拜要从蛋出来到一个礼拜就分家，就好大，跟母鸟一样大。一个礼拜。吐吧吐吧吐吧。好嘞，好。哇，你讲你要搞这个？哦，要吞了，真的，好大一只鱼！我还有的时候没有做什么动作，原来已经吐一只鱼出来。哇，这边那只长头，那个头啊！哇，那一次可以吃那么多只鱼哦！无锅鱼啊，整只的呢。什么鱼都看得到，好厉害！锅鱼肚子旁边凉凉。奇怪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可以肚子可以咬到多只鱼。刚破了一只，现在一只，还有一只。那些吃鱼的鸟啊，下去吃一只上来的时候，它要助跑才能够飞得去。两只那么大的鱼，还有一只吗？好厉害，已经吐两次了。